10月22日早，邓紫棋在微博发文分享了自己新歌的创作感悟。她说，这首歌是鼓励自己在遇到任何难关时，仍然能凭着信心度过。或许工作中有很多不合理，遭网络暴力等群体，所以邓紫棋想用这首歌鼓励每一个你。同时，邓紫棋还提到自己就曾因为某些原因变得情绪化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